봐. 我，路人，怀揣一颗演员梦，却一步踏错当了练习生。今天就是男团评选考核日，我要好好表现，一切就看今天了。上次让你找的男孩，你找到了吗？哦。公园里人流量那天不小，凭您的描述不太好找，要不调一下公园的监控。不，不用了。榨干所有体力，不信今晚还睡不着觉。怎么回事？这突如其来的困意是哪儿来的？当众睡着实在是太羞耻了。不是麦总，您为什么非要找那个男孩？让你找人，你哪来那么多问题？麦总，麦总，您今天看上去气色真不错。麦总，我们刚买的咖啡，这杯是给您的。你们都很闲是不是？哎，麦总小心！麦总。啊！又是突如其来的困意，好困，可别把我包出来。麦总，您没休息好啊，注意休息。你没长眼啊，麦总，你没事吧？这个路人，一会儿成团考核要你好看。就是他，休想入选，让长期失眠的我犯困。我终于找到了那个能让我睡着的人。行了，开始吧。各位评委老师好，我是你们的铁锤男孩路人，今天。就让我重重地敲击你们的心脏吧。你还有什么才艺？我再给各位评委表演一个平地大风车。嘘，别动，麦总好不容易睡着，你要把他弄醒了，你负得起这个责呀？